以整个城市作为展场的2022城市博览会，包含55个展览、艺术装置及上百场的精彩展演，加上日夜不同形式的观展体验及期间限定的海上游程，短短10天展期吸引了无数民众参观。其中位于西二仓库的主展馆《起点城市中的沙坑里的秘密》最受大小朋友喜爱，不少外县市民众也对基隆的印象完全改观。淘宝的我觉得蛮有趣的，对对对，它可以。对对对，因为它结合一些 QR code， 你可以把那 QR code 扫描，看你掏到些什么样的宝物。那段我觉得蛮有，对，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而且小朋友会有比较探索的一种乐趣吧，就有新奇感。而且我觉得它蛮厉害的，是它还可以去做 QR code 扫描吧，就是真的有寓教于乐。我其实去年跟今年都有来逛艺术季，然后有觉得就其实还蛮。以前觉得基隆差不多就是这样，能玩的就差不多。但最近因为有这些活动，就是因为我在台北，就会觉得很近，就是可以来多来走走这样。这几年来是真的变化真的蛮大的，而且还真的有看得出来有在用心办展览。这个我觉得这次的展览不输台北。就连基隆市民自己也认为基隆变漂亮了，却能保有小时候的感觉。因为我自己就住庙口，所以。可以对15分钟可以到的距离很有感觉，就是我生活的范围。对。那你觉得近年这个基隆变化，变漂亮了，可是可是还是保有以前小时候的感觉。包括九国驻华使节与故宫博物院院长吴密察都前来一睹陈博会风采。作为著名历史学者，吴密察认为城市博览会把基隆近几年的蜕变做了最佳诠释。我们看到这一个理事长把这一个港跟水的这一个特色给完全的展开来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可以临水临港的一个悠闲的都市，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城市翻转的一个case。这个是我们基隆市完成了全台湾第一个城市全市的 3D 的数位模型。10天的展期导览了上百场，基隆市长林佑昌讲到快烧瞎，却乐在其中。而最让他感动的就是透过陈博会让基隆人重新找回自信与光荣感，愿意相信基隆的未来可期。更重要的是大家非常清楚说这7年多来的时间基隆的城市的蜕变不是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一触可及，而是经过整个市政府还有许多专业的团队还有很多人一起共同努力所达成的一个成果。我想这一部分值得大家来珍惜。那我相信基隆所有的市民，甚至是包括已经离开基隆的基隆人，其实这几天大家都回来看基隆。那全台湾的这个社群的网络几乎是被基隆城市博览会所洗版，所以大家赶来基隆看这个城市的一个蜕变。那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大家看到基隆的改变，也相信他们自己所处的一个城市也有改造，也有进步的一个希望。那更重要的，基隆人找回自己的一个光荣感，好，让基隆未来的进步可以持续下去。短短10天的展期让民众意犹未尽。对此，基隆市长林佑昌强调，基隆市举办城市博览会与其他县市不同，在于不会因为展期结束就归零。包括城际转运站、国民广场、要塞司令部与政兵与会大楼等都会留下来，未来也会有新的策展，成为基隆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整个城市就是我们的展场，所以10天的城市博览会结束之后呢，并不是一个据点，而它是一个新的起点，也就是这些场馆或者这些公共的空间，在未来都会有新的团队会进驻，也会有新的策展。所以整个城市的这个发展跟整个城市的魅力，它已经是融合成一部分啊，然后会继续的延续下去。以国门展区主展馆起点城市为例，
总策划观光及城市行销处处长曾志文表示，虽然室内展场西二仓库是向港务公司借用需归还，不过展出内容将妥善保留，像这片参观民众最爱合影的大型童子艺术，就将与创作的艺术家合作，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保存，请艺术家再把它回收，同时再赋予它一些新的意义哦。那这个艺术家正在构思中，等他做好了以后，他也会送给这个基隆市政府哦。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里面也有蛮多的挂轴，那这个挂轴呢，其实是把整个基隆的生活的很重要的代表性的这些元素来做一些策展，所以这些挂轴呢，我们也会把它留存下来。创下数个全国第一的这场城市博览会，在举办期间家贫如潮，口碑爆棚，各大社群也被相关新闻洗版。刘昌强调，城市博览会证明基隆能做到，其他城市也做得到，希望借此分享城市改造经验，鼓励台湾其他县市能更有信心推动翻转改变。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